按下遥控器上的选单键，选择设定标签页。您可以针对某些频道做全天候或部分时段的锁定。点选进入设定锁码频道，输入个人认证密码后，会出现设定视窗。再选取栏位，点选遥控器上的 OK。以遥控器上的上下键选择要锁定的频道，按下黄色元键，该频道右边会出现上锁的小标示，代表勾选完成。您可以选择单一频道或继续新增其他频道，然后按下完成，回到设定视窗。接着选择要全天候锁定或是部分时段锁定。若是选择部分时段，这里提供三个时段做锁定。切换到各个窗格，按下遥控器上的左键，就可将原本的预设时间删除，改成您要设定的时间。输入完成后，按下 OK。当锁定时间一到，您就会发现指定的频道会变为输入密码的保护页面。这个功能可以避免家中孩童长期收视，提醒他们该让眼睛休息咯。